我是 Winton 欧永东，中文大学心理学系的副教授。今天很高兴能够第二次看到流徙之旅，不过感觉其实很切合现在的时间，尤其讲到大家去到不同的地方，可能考虑会不会移民走定是留，遭遇的环境会怎样呢，是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开心呢，或者遇到什么挑战，一个很值得现在时代看的戏剧。香港就是我们家，我哋翻屋企啦！喺套戏里边啦，有都好多嘅场景咧，系交接咗同一个人，佢喺两个唔同嘅时代，后生嘅自己啊，同而家自己啊，可能遇到相似问题啊，系个演员咧，其实都要演翻几代唔同嘅自己啦，系一个好大挑战嚟嘅。睇到其实四代人嘅故事啦，点能够去为自己嘅感觉啊，去为自己追求嘅梦想啊，同埋四代人嘅关系啊，一个值得去睇嘅戏剧咯。第四次嘅重演啦，所以其实好希望大家 miss 咗之前嗰三次咧，大家今次都唔好错过啦。